刚刚他为什么哭哭？因为他迷路了。他迷路？他不是坐在那里吗？哇，凯凯你怎么跌倒了？你们看我。是啊，那吴信义你也跌倒了，啊，这个人也要跌在车上睡着了，太奇怪了吧？开车不可以偷睡觉啊！我是警察，哔哔哔，走！吴信义你要自己小心哦。哇！你的脸上怎么红红的？你被小姐偷亲哈？啊？他被他的女朋友亲到，所以变脸红了。你这丑八怪，竟然说我被女生亲，才被女生亲的。我哪有被女生亲？我都没亲。我都没亲女生啊！你又不是女生。不可以拿我的东西。你要偷东西吗？不可以。你穿短袖现在是夏天哥，底下是冬天哥穿短袖。你跟我去下地狱，又被抢。那地狱你有去过吗？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吗？说我们一起去玩好不好？吴信义换骑摩托车，凯凯换骑马吗？小心！阿爸，那我要回家了哦。我带你去秘密基地玩。这是哪里？走，我们去秘密基地了。